这个展览是纪念王玉林检察官在1947年28的时候失踪了，不知道被谁抓去或怎么样，到现在都不知道他是死在哪里，他哪一天死的。所以他的出生地台南市市政府特别把他的28岁短短的人生一些值得留给下一代的一些资料，把它做成挂图，总共有25幅挂图，就是今天大家可以看到的。他是很认真，但是又很天真啊。他认为说战争结束了，日本人回去，很多留日的学生就回到台湾，认为要建设台湾，他就被分配到新竹地方法院，但是他要检举那个贪官污吏的时候，上面呢就逼他辞职。故事大概就是这样。上面是就是那时候国民党还没有正式来，但是是陈仪的他那个接管的政府，所以还是国民党。对，还是国民党。国民党的。对。Okay.